今天介绍一下这个设备的三合一的灌装设备，液体灌装机、封口机、充气机，然后我们第一步展示一下设备怎么相连的。这钢瓶，这。
上面进去，上进，进气。这个是连到你的液体计量缸上面，然后拉远一点，给个那个整体的。然后这个是压缩空气的管子接空压机，两条管子，一条接到主机的气源上面，接到电压泵上面，另外一条接到主机上面。然后我们对机器进行一个司机的介绍。把罐液体的开关打开，小踏滑踩一下。我们要给你测试两个机器，一个是常规的气雾机阀门，一个是卡式器的气雾机阀门。然后我们先用常规的进行司机。如果现在先从搞三级，我搞完再说。然后灌液机关掉，开了风口开关开启。第三步，我们试一下充气的，充气没问题啊，开关。充气开关开启，这边是。是直接是半的是吧？多少气量？喷嘴里，喷嘴里。快看上。好，再看这里了。按程序搞，等一会儿你要把那充气头导到这下的，把它沉到这下的，那气缸不是直接上单位置吗？
高的还往下落，往身上勾。看那头子对不对着，这个要不要调那个下面的那个档位吧，档位吧也要调，估计保险柜先把气也是要把它放掉，看那个档位吧，先把气放掉，把头撑下来。嗯，你过过的劲。它是偏的，偏的吗？先不把气关掉，先把它整理下来，把那螺线，把那两个螺丝松掉。算了，不用再算了，反正那个能够理解就行了。管子是歪的还是怎么搞好的？固定一个，不像是你，还是八字形。对啊，那就这样了。
牵到地方，把那管子把那个抽上给再落下来看停不停。不是，还是你那个酒的时候酒偏了，那个酒的时候它跟着在动，左手那个。先把管子接到那个钢瓶上面去，我们配有这个专业的这个钢瓶接头。从钢瓶输到 ZR 棒的进气地方。进气口，帮他搞一下。这是气体计量杆的中间有个球杆，那就整体的看一遍，从钢瓶到增压棒，
Thank you.